十七页吼，咱顶礼拜六讲到三十七页，讲见比摩尼吼，啊，咱搁头前讲一个吼，伊遮就咧讲吼，见比摩尼，伊遮就开始咱为这个十方清净吼，咱什么叫做十方清净？东西南北叫十方吼，上下。东西南北吼、哦、叫十方，伊则就讲哦，十方清净善男子，亦如清净摩尼波珠吼、哦。所以，什么叫做摩尼波珠？当咱打坐入禅的时，咱这个无触觉的肉体，就清净，甲敢那一粒波珠透明。因为你去甲摸你，摸无。所以摩尼，即马需要伫解说摩尼一个，摩尼这两字。所以咱即马宗教咧拢讲按摩尼八利红，按摩尼八利红。所以伫遮，摩尼就是蒙你，蒙你，你的心操作你的肉体，一双手来蒙你的肉体。吼、哦，摩尼就是蒙你，蒙你。咱讲去蒙人，哦，我蒙到刀啊，哦，这刀啊有边。但是咱当做就什么事，咱蒙咱连窟窿摸不到空空的。好、哦，所以今仔日就会开始讲摩尼，什么叫做阿摩尼八利红卖讲，好、哦，莫叫宗教把咱骗走去，好、哦，所以摩尼，哈、哦，伊则就讲，亦如清净摩尼波珠，你就是清净甲一粒珠会发光起来的意思，发光恁听有无？所以发光到佛光普照，恁的光是虾米光？目睭看出来。目睭看出来目光，所以目睭看出来目光叫做观音。啊，观音看到咱倒水平大腿的水印。如我所说名有佛说，不如此说即菩提说。大佛顶首《楞严经》第六卷，吼、哦，内面就讲几啊句啊。所以它叫做观音诸行普渡，看到水印，较早是毋是芳船伫水顶头咧行？所以那叫做观音诸行普渡，解脱之彼岸。是啊，之彼岸你就是清净甲清净摩尼波珠。解脱之彼岸，西方水伫西边，就是咱的南住生，北住死。东方做咱心毛木，吼、哦、啊西方饮开水，所以才就讲有无？清净摩尼波珠，所以咱人意思就是叫做琉璃透明，唔单叫做琉璃佛。好、哦，伊则就讲哦，养以五色，所以你的目睭，所以形容讲你的目睭清净到遐清净，目睭会发光来看你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所以叫做养以五色。好、哦。随风各现哦，你去摸你的头壳，摸你的手，摸你的身躯，摸你一双脚，摸水印，所以叫做五色随风各现。是啊，你打坐入禅有啊，我目睭嘛好好啊，我耳孔嘛好好啊，我鼻孔嘛好，我嘴嘛好好啊，我一双手身躯拢好好啊，所以叫做五色随风各现。诸以七者，所以诸以七者就是那个点点坐在那里一双手的摸，所以叫做润，润叫做定，所以也叫做打坐入禅，也叫做打坐润止，也叫做打坐入定，就在这里他说的诸以七者、哦、见比摩尼是有五色，有无？即马咱就开始见比比，打坐入禅，解脱之彼岸，有无？见目睭看到，所以摩尼波珠，目睭看到，伊个形容叫做摩尼波珠。我去甲摸你，心操作无触觉的肉体去摸这个无触觉的肉体，所以。咱佛经咧讲的摩尼，摩尼就是咱即马的
白话文叫做梦里梦里，哦，梦到啥？我梦到桌仔边，我梦到啥？我梦到这个短短的茶壶，我梦到啥？我梦到经典，我梦到啥？我梦到一株竹子。但是你当作梦无，所以唔得讲见见见叫做佛光普照，佛光普照叫做目光，目光叫做观音。你解脱之彼岸咯。所以就是心操作你一张手，我讲的，吼、哦，你肉体内面有一个心，那个心在操作来蒙你。你肉体内面若无这个心的存在，你就死到一个袂叮当、硬壳壳的木头人。就是我伫我打坐入禅，那个内面演讲的，吼、哦，讲我家己的过程。所以这就见彼摩尼有无？摩尼蒙到啊！是有啊，确实啦，伊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啊，所以五色啊，咱人是色客啊，伊有啊，是有啊，确实有肉体，但是我有甲望，但是望无，所以当阵叫做迷，做四迷三妄啊，叫做无相，无相啊，叫做虚空。虚空，所以虚空，虚空中菩萨就是伫遮来，啊，观音也伫遮来，吼、哦，所以才讲实有，确实我有梦到伊啊，梦到这个人啊，那个人戆戆坐伫遐，坐伫遐那叫做善男子，啊，戆戆坐伫遐那也叫做论主，啊，戆戆也叫做以妻者。哦、所以善男子啊叫做以妻者，以妻者啊叫做观音，啊观音啊叫做佛光普照，啊佛光普照啊叫做出家，啊出家啊叫做目睭，目睭啊叫做罗诃罗，安的以妻者啊叫做佛法无边，啊佛法无边叫做阿斯达罗，是啊，这个以妻者生出一个佛祖，是啊。啊！再出来叫做出家，啊！出家叫做佛光普照，佛光普照叫做观世音，就是安尼啊，没有损，都是打坐入禅。所以人家讲，见彼摩尼，实有五色善男子。确实啊，这个戆戆坐伫遐点点的人，后目睭、后鼻、后耳孔、后嘴、后舌、后门啊。毛生一双手啊，毛两只脚盘腿坐伫遐啊，哦，所以就是讲安尼，但是摸不到，所以伊唔得叫做无相，伊唔得叫做琉璃佛。哎呀，琉璃佛叫做透明，透明叫做摩尼波珠，吼、哦，唔得只就讲，伊如清净摩尼波珠，波珠会发光啊。是哦，啊，一粒石头乌啊，嘛免啊，叫做波珠，所以波珠就是伫遮，吼、哦。啊，以前我们在讲哦，吼、哦，实有五色，五色的善男子，哦，这个人，伊确实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的存在，但是摸不到，吼、哦。善男子幻觉，所以伫遮幻觉。所以即嘛幻觉，咱就爱搁讲加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第五讲。因何复圆通？你要怎行过？你要怎行过？打坐入禅这条路，你才叫做圆通观世音。你看宗教人安尼讲无？宗教拢嘛骗人。我教你圆通观世音的法门，我教你金刚法门。什么叫做金刚法门？什么叫做圆通观世音的法门？所以我打地讲哪靠？收费站遐一个一手机天一手机地，恁准来甲讲掉。甲中和圆通寺，恁准一手机天一手机地啊，甲讲掉。因无了解阿含经咧讲什么意思，就是伫遮吼。所以唔得讲圆觉，所以圆觉叫做圆通观世音，行过这条路咯。我有办法将我打坐入禅，打坐入定，吼、哦，诶。过程甲讲出来，所以才叫做圆觉觉，眼耳鼻舌身意触觉不觉
所以北角叫做八圣道，唔到有一个庵摩尼八利方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你坐伫遐，好、哦，哦，哦，你打坐住禅坐伫遐，所以叫做庵摩尼八利方。你也敢用一个庵摩尼八利方、哦，叫做六义真言，好、哦，你都有在辟邪，有在安怎骗人？庵就是哦，哦，庵。就是我去蒙你，什么人心操作你无出格的肉体，一双手来蒙你的身躯，因为你也看，你无出格的肉体，伊叫做善男子，伊外善，你头到尾就甲蒙，伊拢未哀未叫，你安尼甲蒙啊蒙，但是你无感觉，摸不到，就是空空，安尼咱空空安尼咧蒙，所以唔得叫做琉璃佛，唔得叫做善男子。啊，所以善男子叫做佛光普照，啊，善女人叫做佛法无边，哦，大家爱了解，迄度爱阁讲讲妙法莲华经去，叫做两世尊入去咯，好、哦，都大家爱了解，大家看经典爱诵经，唔是单经，吼、哦，啊，单经未生囝，双经才会生囝，吼、哦。但唔到有在滴哩延伸出来啊！啊，你啊看单经，你就无办法，你就走入死胡同，找不到路，找不到自己，吼、哦！所以格就是即马宗教叫做八圣道，净只啊，伊清净甲拢无污染嘛，伊琉璃啊，透明啊，摸不到啊，性性叫做体，所以唔得讲。圆觉净性，所以底下叫做圆通观世音，圆通观世音叫做佛光普相，觉悟性合法无边，就是底下清净底下合法无边，所以善男子叫做佛光普照，善女人叫做合法无边，所以清净甲琉璃透明。啊，叫做摩尼波珠，伊啊，所以唔得那叫做琉璃佛，唔得叫做无相，所以对书家写修心、修心养性，心由相生。好、哦，我讲那一个心由相，而做咱这个相由心生，俩人都唔敢写，讲我咧讲的唔对，是啊。哦，啊，这个在伫遮，啊，伊今仔过来哦，吼、哦，做圆觉净性，现以心心有无？心，伫遮伊就分开啊，心甲心就分开啊，是啊。所以心叫做善男子，心叫做会叮当去甲望。吼、哦，心来操作你这个善男子的一双手，来望你的肉体。来蒙你的肉体，蒙摸不到，所以蒙你的肉体摸不到，那当阵叫做佛法无边，吼、哦，所以就是伫遮，以下就讲哦，缘觉净性现以身心随类各应，有无？随类各应有啊？安怎讲啊？你的肉体有几项物件？有耳孔，有目睭。有鼻、有鼻孔、有嘴、有他门、有五支镜头啊，有脚底啊，有胸骨，你拢会去摸。所以伊就讲，随类各应，随类各应，就是你一双手摸你的规身躯各部门，所以叫做随类各应。比打坐入禅，所以这个以。比以持者，头前都讲啊，所以比以持者叫做善男子，所以善男子有无？善男子叫做比以持者，所以比以持者就是大佛顶首楞严经的楞严，楞严经的楞楞住，你叫楞小住，楞小住楞在那边干什么？啊，所以唔得讲，书亚拢讲。咱打坐也是讲打坐入禅，打坐入定，打坐论子，
绝对不能说禅定。啊，讲禅定的人，伊就是将禅甲定重复，因为伊唔知影虾米叫做禅，唔知影虾米叫做打坐入禅、打坐入定。所以一定爱讲禅学打坐入禅，禅学打坐入定，绝对不能说禅定禅定，那是错的，就是禅甲定的重复。好、哦，所以伊才就讲有无？虽微各应，就是你看到你的身躯各个部门，彼以其者，彼是啊解脱啦，解脱之彼岸。这个以其者，这个以其者叫做善男子，他叫做善男子，所以善男子叫做佛光普照，啊，善女人叫做佛法无边。好、哦，哎，各类就讲哦，吼、哦，彼以其者说说。说经弯角实有如是哦，你要发觉这个物件，你就爱安尼，一定爱安尼。所以咱的佛经的如数是唔对，这个数是爱数得对。如是我闻，不是如是我闻。啊，那叫做如是我闻。在2500几年前，佛陀释迦多，伊是用心加、言加、心加，都是做恁看安尼。言加就是咧讲吸气、吐气、压气，你爱安怎做，安怎注意，安怎做，安怎注意。所以心加念加，所以就是这，因为才讲，彼以其者说静已，说静已觉实有如是哦。咱若要发生这个，一定要安尼。好、哦，伊才就这讲哦，实有如是，身心有无？身心自性。身心即马都感觉入味啊，是如是身心自性，自己看自己，自己看自己，心来看你无触觉的肉体，所以啊叫做打坐入禅啊，得必机佛性了哦。吼、哦，咱爱过入味，过恢复一个凡夫俗子叫做阿难，阿难。你就是如来去伫你的肉体，甲你心宽运转，你爱艰苦十年，那叫做阿难。所以阿难就是佛陀释迦多，佛陀释迦多就是阿难。好、哦，所以标准咱来讲，《大佛顶首楞严经》就是咧演讲，为辟雷一声响，隔十年去家孙，阿难的经过，所以唔得阿难阿难阿难。好、哦，所以这有无？哦，做实有如实，身心自性，是啊。哦，佛光普照，看到佛法无边，所以佛光普照叫做善男子，看到佛法无边叫做善女人，就是咱道家的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乌白分明，乌的叫做。佛法无边，被叫做佛光普照，啊，叫做太极图。啊，提起有在辟邪无？所以唔单讲江湖术士拢咧骗人的钱财，八卦是东北的八卦，所以八卦就是直接叫做八圣图，啊，叫做八方定位。吼、哦，有办法甲你辟邪无？无法度啊！哦，所以哦，寺庙我讲的一挂江湖术士，吼、哦，你共看地理风水，你共相命有效无？有效伫倒位？是啊，所以八圣道啊，叫做八卦的八方定位，八方定位啊，叫做八圣道。眼耳鼻舌身意处者八感，是啊。所以人讲一里通万里铁，就是伫遮。师兄无去学啊，师兄嘛无拜师，是啊，师兄嘛无高学历，
嘉义县溪口乡溪口国民小学四年级有摕一张毕业证书，遐大张，九十块的毕业母校留念安尼尔。阮六年的老师叫做陈振陈进，了后嘛做校长。阮的同学张瑞昌即马嘛做校长，是啊，即马嘛做国校的校长。呀，啊！个我四年级的老师张炳和倒落去的，伊嘛做校长，呀！啊，换我这个会做读到四年的学册人，换伫遮咧演讲，呀！哦，所以叫做讲，实有如实，身心自性有无？亦复如实，是啊。恁若要希望恁的佛光普照、佛法无边，面对面来修行，恁就是爱安尼，叫做修行，叫做修道。嘿，恁若无咧做这个动作，拢唔是叫做修行，唔是叫做修道，啊，叫做打磨，爱直接磨，打磨、打磨、打磨、打磨，是啊。哦，迄拢是利用一个方式产生一个名词出来，鼓励人去进而学习，哦，鼓励人啊，哦，讲人，人啊，讲为人是人，就人心果会啊，嘿，爱讲人呐，引导人进而学习，啊，人未有，因为人家了，呜呜呜呜呜呜。啊，说人心果会，呼呼呼呼，干了人干了爱钱食肉安尼俩，所以唔得人有人心果会，爱讲因缘跟伊学习，所以才会孔子咧教咱素师，人之初性本善，吼、哦、性相近，习相远，是啊，咱人人之初，咱的肉体无啊。咱的肉体足善良的，所以善良才叫做佛法无边，是咱的意识，六意识在交关。所以六意识在交关，咱佛陀就甲讲叫做六擦，是啊。所以唔当讲人之初性本善，咱这个肉体足善的啊，吼、哦，性相近有啊，人有查甫的，有查某的，有白人、红人、乌人，是啊。所以叫做性相近。习相远，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啊！啊，细妹安静哦，哎呦，查囡仔足水的哦，是啊，安尼差别啦、啊。哎呦，女孩子好漂亮哦，哎呦，查囡仔足水啊，所以叫做习相远。语言不同，生活习惯不同。其实，伫咱孔子子行贤书，孔子讲，较早你。教的，咱这四书五经都是咧教人行道，在教人行道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吼，啊，做咱性相近，习相远。我这无读过这册，我嘛会小块了有，爱阁看，无阁看嘛无法的。好，所以才就讲，有无？实有如是身心自性，吼，一。复如是，由此不能妄以幻化。是啊，你们不能一直强调。哦，我看到啥？我看到啥？我做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心观屁股，叫什么叫放屁？我用想的，我想到安怎？哦，我用想的想到气，用引导法。哦，我用咱这个做观想法。哦，看到我的。大肠小肠的结归球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就我用什么法，那都没有用的，那是外物啦，外物啦，无效啦。所以唔得讲有无吼，由此不能妄以幻化，是啊。恁爱安尼落去行，恁都袂去哦，只系阿弥不达，甲恁吓走去。所以咱佛陀释迦多伫《大会顶首楞严经》第五卷都。演讲都讲到23种不可学，吼、哦，那因何互贯通？都23种不可学，爱说的就讲啊，四个传播的过程，四个叫做传播的过程，
我说心心我做烦恼，是啊，烦恼。我说心心烦恼，伊安怎讲呢？咱心甲心，咱心是心藏伫咱这个污染的肉体内面，但是咱要安怎用什么方法，互咱这个心出来看到咱这个污染的肉体，这个一天爱烂去，爱臭毛毛的臭死人，搁看会到。摸会到，有在甲摸到，啊，但是无起，你的感觉。所以佛陀就是意思，是故我说心心烦恼。是啊，当你打坐入禅的时候，你摸不到他。其实你一天伊爱死去啊，死人死甲臭毛毛啊，死人死甲冷叽叽啊，死人死甲病咳咳，所以它叫做。是故我说心心烦恼，垃圾的意思。所以咱这个肉体叫做垃圾，所以咱这个肉体叫做五如杂色，眼耳鼻舌身会成立这个，咱就是吃遐有诶无诶，吃遐有诶无诶叫做地土地粪。啊，咱今仔去吃土吃粪，咱一天咱嘛爱变做互土粪吃。所以孙亚达讲，咱人啊往生去，我想赞成就是灰化，因为咱人的六欲的造业，你啊，甲带落土地，换你过去哦，土食，咱人肉体内面，咱的骨髓有磷，那个磷就是咱的一条电波，伊就会去影响到咱养殖子孙。你若用火化落，那个磷就去予咱的火给烧掉去。所以，伊一世人做的业，伊就家己带走去，未将伊一世人做的业，佮延伸予你的子儿孙啊，就是俗语，俗语咱闽南人讲一句话：草梢啊，放伫哪公顶，安祖啊，托安公，安公托安爸。安爸要拖我，哦，很辛苦，所以叫做一条红线。哦，这孙仔拢会使讲互听。所以孙仔一直赞，人啊要火化问我，我拢会讲，我教你安怎安怎安怎，啊，你就足顺心。啊，伊啊讲要土葬，我讲土葬卖问我，你啊土葬要问我，即马土葬一定爱十年到再扣骨，反正十年要无扣骨，恁囝吼。下底挂两粒链，人就走到倒位去啊！要再给你捡骨，所以就是有地理、有风水，但是师兄看过两遍龙，我都未上爱得地理。是啊，因为你看地理是活的，会走啊。好地理有他道理的分，是无？咱嘛去，要做去台地因的。臭地西困，臭牛西困，是啊，好、哦，所以就先啊直接讲一下，所以人家讲是故我说心心烦恶，哈、哦，对立烦恶是啊，对立烦恶。当你打坐入禅的时候，你甲这个臭皮人离开去啊，所以佛陀讲的烦恶就是臭皮人，是啊。当你打坐入禅，佛法无边，你这个臭皮人。看得到摸不到啊，所以你的臭皮囊叫做佛法无边，你叫做佛光普照，清净遐真遐清净，好，所以才都讲有无吼？对立，做咱这个对立反物，吼，算命菩萨有无？即马咱的宗教，咱咧称呼人老菩萨，老菩萨，可恶不可恶？是啊。佛法无边，这个臭皮人叫做菩萨，是啊，所以算命菩萨，即马菩萨都拢讲出来，是啊，所以是安怎？你爱经过高热流啊，1200度的高热流，烧到你都头骨凹进去，烧到你都树节、眼树节、触节消失掉。你才有办法进入，就是燃灯火、金刚经、
燃烈佛，吼、哦，我五百世行学忍辱精进，对呀、啊，那就要又弹进《金刚经》里面去了。好、哦，所以叫就讲算命菩萨，好、哦，安尼恁知影什么叫做菩萨啦啦？菩萨不是人哦，哦，不是即卖宗教哦，老菩萨，老菩萨，叫恁进去死，进去死，啊、哦，进去死，叫恁进去死，哈、哦，因为佛法无边是算命菩萨，啊，当然菩萨，恁都会使甲讲啊，寺庙都讲啊，菩萨甲摩诃萨会老，小小叫做菩萨，会长。叫做摩诃萨，好、哦，菩萨叫做固定会产生肉能的地方叫菩萨，好、哦，一团会流动的肉能叫摩诃萨，好、哦，所以对的家，所以算命菩萨，所以菩萨叫做心，所以菩萨叫做佛光普照，所以是安尼个讲，好、哦。爱国内就讲啊，即卖国内就佫讲哦吼，伊讲国内就讲哦，何真对毒有无？何真对毒，还是叫做清净琉璃？所以菩萨也是一个名词，所以寺庙就讲，你打坐入禅，佛光普照，做佛法无边电现的时，心觉醒电现的时，就是菩萨，论住嘛是菩萨。出，这个移出族嘛是叫做菩萨，因为一个光菩萨，一个光菩萨，安尼个分别的。佛光普照嘛叫做菩萨，佛法无边嘛叫做菩萨，是啊。所以就是一个物件啊，用很多个名词来演讲，一个物件用几啊种名啊来演讲。好，爱下瑞就讲我。何真对毒是啊？啊，这臭皮囊消失去啊！但是这个臭皮囊是坐伫遐，啊，你唔过蒙无啊？哦，所以呾叫做何真对毒，即无哦，做即无对何是啊？无啊！所以当阵叫做佛光普照，清净琉璃。所以当阵的善男子，你来个称呼叫做。佛光普照，吼、哦！你当阵臭皮囊，你都爱加称呼叫做佛法无边，吼、哦！所以才都讲有无？佛经，我做佛经对读，即无对合，别摸不到啊，摸不到你这个臭皮囊啊！臭死人，臭死人，这臭毛毛！你当阵你死也无死个臭毛毛啊！所以唔得讲即对。即无对号，就是伫遮。所以佛陀是足敖演讲个，演讲甲有够有，吼、哦。啊，佫落就讲哦，急说名者。所以，咱佛陀识得多讲足济名词个，迄是一个名尔。所以，毋当叫做急说名者，毋是人。你唔能甲当作哦，如来一个人，如来佛果一个人，啊，什么佛果一个人，什么果一个人，所以如来叫气，佛叫经脉，所以唔得叫做如来佛，如来佛，就是咱一般常咧讲的白话，气通经脉，气通经脉，气通经脉，叫做如来佛，如来佛，哎。如来不来，你就不能合，你没有通经脉啊！哦，所以就是伫遮，爱遮毋知讲，有做急说名者善男子，所以佛光普照叫做善男子，佛法无边叫做善女人。咱未使阁甲混杂，迄都爱阁更加妙法莲花经去，是啊，吼、哦。啊！即马国内就讲哦，因为这个善男子啊，这个以持者，所以这个以持者戆戆论住坐在那边，所以那叫做佛法无边。哦，这个师兄就先讲哦，大家了解，有可能过几日会讲啦，但是师兄要无去甲看，吼、哦。啊！伊国内就讲哦，诸菩萨及弥世众生死啊，因为你要未恢复啊。
所以现在一贯都最可恶，做弥勒佛讲，做讲乾坤最可恶的是在这。当你打坐入禅，咱入世法就是打坐入禅，出世法就是你个恢复，离世法就是你恢复了，你要去教人。所以我才会讲一贯道非常的可恶，什么弥勒佛，做将什么天盘乱来，什么叫做弥勒佛？在这，你还不知道你自己，你惊慌失措，还我跑到哪里去？还好，我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，我打坐在我家的客厅里。所以在那里，我跑到哪里去？那阵叫做弥勒佛，迷失了自我，惊慌失措。当你原来你头壳会射来射去，用两粒目睭射来射去看，你用你一双手会摸你的身躯，就是心，你甲你操作的，你当作弥勒佛都消失去啊，弥勒都消失去啊，所以弥勒就是你的刹那呢，你的时间，惊慌失措当作叫做弥勒，即卖一贯道讲讲哦，弥勒佛多大。啊，即马寺院大有大无？你教人打坐，无共摕钱啊！啊，咱即马啥物人咧教弥勒佛，寺院会大较大？教你念心不生病，金刚肉体，自是其力，自力更生，国强民富，一家幸福美满，富严莫足，助力孝顺。即马咧。一贯道拢去训练一寡吸血鬼，查某的吸血鬼啊！你也去那五米湖遐，湖遐吸血鬼足济啊！干教因乱来啊，唔通嫁翁啊，是啊，那叫做吸血鬼啊，那很可怕。教一寡吸血鬼咧吸世间人、世间大众一寡钱财啊！啊无，因也无咧做头路。那大尊的弥勒佛放在半空中要怎麼做，那做起來幾千萬，幾千萬敢不是錢啊？所以宗教可怕就是在這裡，宗教他們都為他們自己的利益，沒有為大眾着想。若是任何一個宗教不為自己的利益，為大眾做我们这个朝向的话，没有人敢去做宗教了。你要无限的付出啊，跟他讲哇，要无限的付出啊，你不要那去做宗教。成立中华金刚无相禅师协会，只有花钱啊，得不到利益啊，什么人敢做？啊，不过世间人执着啊，都是我们这个锦上添花。没有人要雪中送炭的啦，雪中送炭那是骗人的啦。好，所以才就讲哈，咱就过回归正传，就刚刚神男主哈。做急算命，算命者神男主，所以佛光普照叫做神男主。哈，啊，搁的出菩萨急弥世众生死啊，伊即马就讲哦，这个神男主哦。这个善男子叫做出菩萨，出菩萨及弥世众生，正得诸烦灭影，诸烦灭影相果，有无？伊才就讲哦，正得正德，正德，所以叫做必知和，就是伫遮。所以见道、入道、正道三个阶段，伊才就讲正得诸烦灭影相果。哦，所以这个灭影相果叫做打坐入禅，你的肉体一定要消失去，所以叫做正得诸烦灭影相果。是啊，不是幻觉，是真的。咱一般得的人咧讲，拢用幻觉咧讲。当你打坐入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有无？灭影相果，将你的人体。给你消灭掉，所以叫做入禅，叫做依痴着啊，叫做论小处
啊，叫做佛光普照，啊，叫做佛法无边，啊，叫做太极图的两仪五白分明，啊，叫做八卦定位。那有什么？爱算命，爱看地理风水。第一上重要，爱天人合一。内天人合一叫做打坐入禅，外天人合一就是所谓安身为地理风水了，是啊。啊，讲一个较简单，叫做奇门遁甲，是啊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这就讲哦，吼、哦，伊讲正德诸分灭影相故，灭影相故，吼、哦。你是就是当时，你是净德无方清净，是啊，无方清净摸不到，所以摸不到无方清净叫做佛法无边，是啊。那个这个以持者，这个以持者就是这个以持者，所以这个以持者叫做你是。净德无方清净，啊，无方清净的这个以持者叫做论小住，啊，叫做打坐入定，打坐入定那个论小住叫做以持者。讲我一底下，人讲你在发呆啊，你坐在那边发呆啊，所以如以持者就是这样，以当一个角度，搁用一个名词来演讲，安尼俩，好。爱国类就讲哦，吼、哦，你是净德无方清净，无边虚空觉所，做咱这个宪法有无讲出来？有无？吼、哦，无方清净，无边虚空，所以佛法无边，虚空中菩萨就是这样来。啊，所以人啊。为的拢会加一个观音，啊，加一个虚空藏菩萨。其实观音就是虚空藏，虚空藏就是观音，啊，虚空藏就是无边，啊，无边就是无相，啊，无相就琉璃特别，啊，拢都是叫做以持者。好，啊，以持者就是佛法无边。好，大家要了解。好，啊，各类都讲啊，好，无边虚空觉所现法，是啊，它展现在你的你的目睭前啊。你用你的目睭叫做观音在看你家己的肉体啊，所以唔得直接叫做有无虚空觉所现法，呈现在你的眼睛面前，是啊。好、哦，啊，佫落去就讲哦，当伊做觉明。做伫遮，觉已明故，觉已明故，所以觉已明故叫做圆通观世音，觉不觉，不觉因何彼所心意处者，吼不觉，你了解啊？已明，已叫做圆通观世音，明叫做了解，全部过程。所以需要在这里演讲，拢用我打坐入禅的过程，甲经典的文字来对照的演讲。啊，无需要这波波摸好都未响的人，有在这里演讲，是啊，什么屁也没有。所以我拢用我打坐入禅的过程，在这甲经典的文字，在这里对照，一直对照。好、哦，爱各类都讲哦，吼。天心清净，心清净故，有无？心为你的目睭点燃出来，叫做佛光普照。所以为你的目睭出来，佛光叫做目光，目光看出来叫做出家，出家叫做比丘，比丘叫做观音，观音叫做目睭，目睭叫做罗诃罗。你看我即马讲几个人啊？啊，罗诃罗叫做佛祖。是啊，啊！你看，我差不多安尼讲几个人啊？是啊，迄连续讲五六个人啊，五六个名词啊，哦，啊，这六做过这么多的名词，同样就是一个物件呢，是啊。所以人家讲有无？
天心清净，心清净故。所以咱目睭看出来，目光叫做佛光普照，吼、哦。啊，佛光普照看出来，道光叫做出家。出家，出家不离家，叫做义和和相。啊，义和和相叫做比丘，比丘叫做修行，无他门啊。因为你看出来，这道光无他门，那如光头，啊，唔得叫做回向。好、哦，啊，今麦你咧看，佛光普照叫做目睭，目睭叫做观音吗？是啊，啊，观音看到啥？观音，啊，罗诃罗，啊，罗诃罗叫做目睭，啊，目睭叫做佛祖，啊，就是伫遮，迄都爱综合。大会顶首《楞严经》《地藏经》，啊，咱这个《阿弥陀经》《金刚经》《阿妙法莲华经》拢综合落啊，呀，综合太多，迄《阿含经》《大藏经》拢落去啊。好、哦，所以这就讲有啊吼，心清净故，见定清净，有无？见定清净，所以佛陀咧讲的定，就是咱的肉体神，因为咱的肉体是足侪物件结合起来，是啊，所以见定清净就是伫遮，是啊，伊清净甲虚空中啊，佛法不变啊，好无？见清净故。有无？吼、哦，伊遮就开始讲哦，见清净故，眼见清净，眼见清净，有无？吼、哦，啊，咱这个根，做眼见清净，吼、哦，啊，见清净故，根，所以佛陀讲的根。有无吼？所以我伫咱即个我讲命根子的根，其实佛陀讲的根，就是演数的数。吼、哦，咱大家唔知有人知影无？演数的数叫根。演数的数，所以演数的数即个数叫根。啊，咱即嘛叫做目光。目光，即卖电视拢咧讲目光，目光有时啊吼很讽刺啊。目光，看到目光安怎，看到目光安怎，所以很讽刺啊。我唔捌咧讲目光啦，目光目光目光，爱讲眼数是最标准的，最标准咱的白话文。嗯，眼数眼视，眼视，是啊。哦、所以才就讲根清净故，眼色清净，吼、哦、色清净，有无？都拢讲出来。心清净，伊即下开始讲哦，心清净，吼、哦、心清净故，见定清净，清净故，眼根清净，根清净故，眼色清净，色清净故。所以色就是色。有无？你认识？哎，我都看到啊，认识的识，但是这是眼识的识，所以眼识的识叫目光，认识的识是啊，我用我的目睭，看到我的肉体啊，所以这就感觉真清楚啊。哦，伊这所以伊这就讲哦，伊这就讲哦。显心清净，心清净故。哦，原来心是咱肉体内面的主宰，咱知影。过来就讲哦，见定清净，见清净故。哦，咱的肉体摸不到，那么轻，所以叫做佛法无边，叫做佛光普照。吼、哦，过来讲哦，眼见清净，见，所以需要就讲。根叫树，是啊，吼、哦，有无？眼根清净，根清净故，伊清净甲佛光普照，遐尼啊光，遐尼啊油，吼、哦。眼色润树有啊，我用我的目睭叫做观音嘛，看我的肉体啊。眼色清净，清无色，色清净故。所以佛陀讲真清楚哦，无乱讲哦，眼树润树你哦，哦，我润树。在座的师兄师姐，你叫做什么名？你叫做什么名？是啊，哦，所以四清净故，文定清净，是啊，嘣一下，
我从我屁右这有鞋右屁股外侧一点，蹦起来，是啊，所以才叫做文定清净，吼、哦，文清净故，有无？耳根，耳根清净，根清净故。我用听一听就蹦起来，一定要右屁股蹦起来，才有办法三生。啊，所以就是伫佛陀叫做。文殊疏离菩萨，所以文殊站只山，啊，过来到立行普贤菩萨站只像，就是伫遮，你爱吸气运气，是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只讲，耳根清净，根清净故，吼、哦，耳识清净，我用耳啊去了解啊，右屁股蹦起来啊。用耳啊听，就用目睭去认啦。所以耳识清净，识清净故，吼、哦。觉定清净，是哇，我摸不到啊。哦，佛光普照，佛法无边啊。所以觉定清净，如实乃至，辟之心意，亦复如实，是善男子根清净故，是啊，根清净故。佛光普照，佛法无边，所以家就讲哦，乃至有无？辟之心意有无？亦复如是。你若要三生六尘清净，吼、哦，伊即马只讲的应该是咱这个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哦，讲遐济哦，讲高行的啊，是啊，觉清净故，如是乃至，吼、哦，伊就讲，你也要发觉你遮济不觉究明，按、啊、标准即落讲个究明，虽然就讲咱当作是不觉究明嘛，伊即落讲即，即能。三四五六七八九着，感觉救命嘛，讲救命，吼、哦！伊则就讲，伊则就讲，我唔是讲救命的哦。如是乃至辟之心意，亦复如是，吼、哦！善男子根清净故，是啊。所以恁就一定爱安尼修行。才有办法走出打坐入禅这条路，所以修行不是用嘴在讲的，修行是要去身体力行。所以修行不是用嘴巴说的，修行是要朝自己的肉体力行。所以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如佛塔庙，所以佛叫经脉，吼。塔就是咱的肉体，阿庙崇拜自己，崇拜自己的佛塔庙，所以就是咱金刚对观，佛在灵山莫远求，人人有一个灵山塔，只在灵山塔下修，有无？你若厝有人往生去，咧对观。四只刀啊！咧，哭哭哭！经上经都是上部，五部叫做金刚对观，是啊。在头一句就佛在灵山莫远求，人人有一个灵山塔，只在灵山塔下修。起起哭哭咯，啊，敢有人会晓去修？不过人用这套去赚钱咯，是啊，做一出五千块，一个五千块，嘛真好赚，是啊，吼、哦。爱国就我讲哦，吼，这个善男子吼，根清净故，色尘清净，色清净故，声尘清净，而做香味触法，亦复如是。是啊，你也要搁大家，咱这个嘴软的甜的叫做酵素，但外口咧卖假素，咱咧啉假素饼。你有在打造个香料，你的体自然的制造假素出来是甜的，你的嘴软是甜的。对于因一般在啊咧练气功的人，叫做炼丹。
但是迄气功要练甲喙软会甜的无可能啦。哦，啊，你啊像师爷会使讲二十四小时喙软拢甜的，即马无爱啊。较早一阵仔我用啊喙软咧讲治病，即马无爱，现在不要了，那很久了，足久诶，足久诶。哎，即马无爱。好，啊，这就一只。有无吼？咱这个筋清净过，过来色定色定清净吼。啊，咱这个色清净过，啊，咱这个声定清净，香味触法一空如实。你嘛是爱安尼。哦，啊，过来就国讲哦，善男子六定清净，六定清净应该那是无唔对吼。咱这个应该头前这个讲是六尘清净，言而彼所顺意嘛，六意嘛，吼、哦，七处八觉嘛，吼、哦，六尘清净故，地大清净是啊，你规个肉体清净啊，地大清净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搁来讲地清净故过程，啊，搁来水大清净故，直接就讲哦，火大火大风大是啊。四季土气压气啊，你拢爱啊，吼、哦！水大清净故，火大风大一空如是，哎呀呢，会产生高热啊，伫你的肉体就会产生高热，所以才讲一空如是，所以这个如是，这个是爱改做实，如是的实，不是是如是倒吞去的打坐法。所以咱经典的五世人都开一句：“如是无闻，写唔对，爱如是无闻。”大家都会啊，哎，阿佛陀是要叫咱吞什么？所以都会逻辑啊。所以如是无闻，等下讲啊，我着看经典咧，有啊害去啊。白纸写乌字，看花花蒙白白，摸不到东西。是啊，所以人会讲，到底你是孔子讲教的，讲不是阮孔子骂教，啊，孔子骂教就无效。孔子讲有出名，孔子骂无出名。啊，所以那佛光普照会出名，佛法无边未出名，所以就是伫遮，吼、哦，所以遮拢讲一口如是，你定爱安尼，你无修行，无修道，你无法度。你走不出这一条路来，爱国的就讲哦，善男子四大清净，所以四大清净故，咱佛陀咧讲四大清净，东南西北，东西南北是洋人在说的，咱的老祖宗传给咱，东南西北转一千，是啊。所以南方鼎鼎火，南方鼎鼎火，北方惊心惊，南主生，北主死，东方心毛木，虎啸。所以咱的老祖先，伊唔是讲西湖，伊是讲虎啸，啊西方饮鬼醉，对啊。南柱星啊，屁雷一声响，又屁股啊，南柱星啊，北柱戏啊，你啊，所以北方看卦是唔对，北方爱离卦。什么讲咧？我就咧讲易经啦，卖讲上济，讲上济让恁误去啦，呀。所以易经开头都唔对，北方看卦唔对，北方离卦，是啊。南方坎卦，坎水逆行，嘿，所以就感觉坎水逆行去啊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今日去就感觉四大清净故吼，啊，下个星期六再见。四十页吼，咱顶礼拜啦，感觉四大清净故吼，啊，咱个位头前加演讲一个接落，伊则就讲吼，善男子。所以善男子叫做佛光普照，吼，六尘清净，言而彼所顺意，意消失去，所以叫做六尘清净故，故就是过程，吼。
过来地带清净，规身躯的肉体茫无，清净如镜，所以当阵才叫做琉，做琉璃佛。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讲哦，吼、哦，咱这个水带清净，所以就需要讲的，佛光普照叫观音，观音看到倒手边的水影，叫做普贤，唔带观音诸王普度解脱之彼岸西方极乐国土，吼、哦，所以就讲水带清净。过来会带清净，吼、哦，会带清净，咱讲金刚经，吼、哦，伫咱这个燃定佛所，依法有所得无？咱就爱讲辟雷一声响，一团高热流，宽度到右大腿，足冲脚跟而起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做水带清净，会带清净，吼、哦，啊，搁再来，有做会带风带。会大风大，吼、哦，咱这个会大是啊，咱会比较大，一定要安尼。无在风啊，吼、哦，所以会大风大，一风如是，就是安尼。吼、哦，伊个咧就讲，是善男子，四大清净故，吼、哦，伫遮。伊就讲四大清净故，吼是啊，四大清净故，伊头前就讲六尘清净、地大清净、地清清净，吼，啊做水大清净，吼，啊火大风大，一佛如是，所以叫做四大清净，就是咱讲，做逆气吸引调息呼吸是累积能量。吼、哦，就是伫遮，过来就讲哦，吼、哦，有无？善男子四大清净，咱善男子就是佛光普照，善女人就是佛法无边，就是妙法莲华经内面的，做两世尊，吼、哦。啊，伊遮过来就讲哦，四大清净故，吼、哦，四大清净故，即摆咱就伫遮甲讲哦，四大清净故，吼、哦，过来十二处，所以十二处。什么叫做十二处呢？咱即马就是讲，因为咱佛陀是讲，咱这个咱佛陀是讲三乘法门，声闻行讲四地法，四地法度生老病死，吼、哦，不计佛讲十二因缘法，所以十二因缘法叫做十二处，十东西南北叫十方，吼、哦，二。显现咱这个佛光普照，佛法无边，所以唔得讲十二处，吼、哦。过来十八界，十八界，咱的肉体，所以咱这个十八界，就是咱即马咧讲的十八罗汉。咱即马咧讲的十八罗汉，吼、哦。十八、十嘛是东西南北，八眼耳鼻舌身意处，皆八界。就是即马宗教咧讲叫做八圣道，吼、哦，所以十八界也叫做十八罗汉，吼、哦，各类都二十五清净，二十五清净，咱若要讲到二十五清净，咱就爱回到顶，咱大佛大顶首楞严经，做二十三种不可学，吼、哦，二十三种不可学。你就是干那学一项，你就全啊从二十三种不可学，搁全部啊行过，嘿，都行过。因为二十三种的中间，任何你学啥拢未过，所以二两世尊十，就是你的肉体东西南北五眼耳鼻舌身，所以就是咱金刚经讲的，要做更加供养如佛塔庙。如佛塔庙，就是伫遮吼，伊唔在讲二十五清净，咱要崇拜咱肉体，所以咱即马讲到遮，咱就爱阁讲到大会顶首楞严经佛龛，佛龛内面有一个金尊，所以咱有佛龛，就是嘛为佛经来的，吼，佛经内面就讲佛龛，
佛龛内面有金尊，意思咱的肉体叫做佛龛。咱的金尊就是咱的心，咱的主宰，藏伫咱的肉体内面。吼、哦，所以佛龛，所以二十五清净两世尊，东南西北，眼耳鼻舌身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做二十五清净。吼、哦，故十力，故十力，数无畏，十力是啊，你。你当你吸力，是啊，这个气有在走在你的肉体东西南北都走到到位，四无位就是头前者，他在这里说什么清净，什么清净，再来打坐入禅，必具佛性。好、哦，善达故十力，数无畏，吼、哦，数无碍，数无碍地，所以数感觉数无碍地，都爱讲个做得解。即马都爱阁讲个，一家来哦，数无畏，所以说数无畏，就是我真敢讲批评，什么叫做魔，什么叫做鬼，所以我需要真敢批评，就是底下数无畏。对就是对，唔对就是唔对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过来来，事无碍住，事无碍住叫做得解，得解叫做坚持一项。都学这道法度，学这道法度。所以佛陀讲的得解，其实就是讲坚持，叫做不二法门、无二法门，干那一项尔。所以它叫做，我做咱这个事无异地，吼。所以我们才叫做说只有一个法门，没有第二个法门、哦、所以四无余地，佛十八有没有，佛十八，我们的肉体现在又说到头前来了，十八界，所以十八界、啊、就是在说我们的肉体叫做十八罗汉，有人说叫做十八地狱，所以十八界就是十八地狱，十八地狱就是十八罗汉。现在咱大家拢讲，哦，咱要防打落十八地狱，什么叫做打落十八地狱？咱的肉体就是十八地狱，是啊，十啊。眼耳鼻舌，咱这个十方啊，东南西北啊，北啊，眼耳鼻舌身意触觉啊。所以你当你打坐就想到不离分呀。啊！当你爱过十年，到办了将你的肉体清净，当阵你才叫做地藏。啊！即嘛，所以毋了孙阿在讲，是安怎？日本那设计拢地藏，拢服侍地藏，过来啊服侍地藏，过去啊服侍地藏。恁知影什么意思无？有人知无？所以日本意思咧服侍的地藏，拢一尊光头的地藏有无吼？地藏菩萨，就是咱台湾意思叫做路边应供啦。吼、哦，安尼恁就知影，因为咱地藏王是咧管路边应供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唔得伊服侍地藏王，意思嘛是咧管遐的。所以你唔好，大家唔通误解。哦，地藏王是啥？是说地藏王是啥？地藏王就专门咧管无事诶。所以日本过来后，地藏王过去路边、低头卡、树啊卡、公园弄地藏王，意思就是咱台湾的游泳馆，是咱台湾叫做游泳馆啊。但是游泳馆诶，庄主头就是地藏王咧管。好、哦，这恁来知啊，所以孙亚伫只从咱的民间的习俗、敬仰都孙子解说，让大家了解一下。好、哦，所以人家讲佛十八，佛就是经脉。哦，做咱所以唔得佛十八，就是伫只，伊讲佛十八，咱打坐入禅，不记佛性，拍归你一百空八经脉，所以十八啊，叫做十八界，叫做十八地界。不强化，不强化，无啊，无做伙啊，不强化咯，吼、哦，所以才讲哦，不强化咯，三十七做多哦，三十七咯，因为安怎呢？咱必机会是拍开咱一百空八的经脉，就是咱道的三十六天宫七十二地煞，但是当你个恢复一个凡夫俗子叫做阿难，
你当初要甲你拍开535的经脉，唔单叫做大乘第六音乐波罗蜜，你拍开，你打坐入禅，拍开108的经脉，叫做气行大周天。啊，你搁再来即么话，咱即个恢复一个凡夫俗子，气行小周天，直甲你拍经脉，拍到你第几天的经脉，第几天的经脉，第几天的经脉，唔得，咱佛道的讲足几天的，都是伫遮来，吼。所以咱是遮讲佛十八不共法，不共法，咱是一个过程。打坐入禅叫做不离分，再恢复一个凡夫俗子叫做阿难，叫做阿难换拍开你。你的咱这个535的经脉，你感受会到，你的意识感受会到，唔得叫做第六音乐波罗蜜。你哎呀叫哎呦哎呦哎呦足痛，唔是因的三波，做三波一拜五波一杯，叫做音乐波罗蜜啊，那是唔对吼。所以唔再讲佛十八不共法，不一样。好，因为你爱有佛十八，才阁进入大乘法门第六音乐波罗蜜。你也无佛十八，你就无办法进入大乘法门第六音乐波罗蜜。一定爱先入禅，了阁恢复一个凡夫俗子叫做阿难，阁来如来去，阁咧甲你拍你535的经脉，你哀叫，哦，足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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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哦，足疼，你都在用动作语言。文字甲表达出来，所以叫做佛十八不共法。过来37坐多品清净37，哦，即马37，就咧讲咱的肉体。即马咱就爱阁讲甲金刚经，吼、哦，咱金刚经是讲33好相，但是伊则是讲37咯，唔是33好相哦，是37咯。你来知影何以37？三叫做塔。如佛塔庙塔顶上的上层、中层、下层，所以叫做三十。好、哦，十东南西北，东西南北七，眼耳鼻舌身意处七窍。嘿，你去望望无，所以唔得叫做37坐多坐多品清净。嘿，我哪会蒙无？嘿，我跑到哪里去？还好，我打坐在我家的客厅里，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。哇，安尼是不是叫做37坐多品？坐多品清净。无你唔知啊，你也无讲看到这个水影叫做波形，你手不要去甲摸啊，你手去甲摸，哎、欸，啊，我都两蕊目睭，啊，都看到大腿的水影，是安怎摸无？啊！你会紧张，嘿，我是走去倒位去。啊，我家己的手咧摸我家己的身躯啊，啊摸无，所以伫遮有无？伊讲佛十八不共法，37坐多，吼、哦、坐多品清净，就是伫遮清净，就是打坐入禅。你当阵当到你的摸来，你就吼、哦，原来你一双手，你的目睭头壳会射来射去。啊！一双手会摸你的身躯，就是心在给你操作的。你肉体内面有一个叫做心，啊，心嘛叫做主宰。你肉体内面若是无一个心的存在，你就是世间未叮当的手头人。吼、哦！啊，所以直接啊，你就稳定落来。吼、哦、吼、哦！所以唔得叫做37坐多品清净。吼、哦！啊，即马咱就开始搁个。甲讲落啊，吼，咱即马就讲到十八不共法，37坐多品清净如是。你要爱安尼嘛是爱安尼，好、哦，如是乃至84000陀罗，陀罗尼门。所以咱佛陀讲的陀罗尼门是啊。陀罗尼门乃至84000，吼、哦，乃至84000陀罗尼门，尼门一定你要先进入毕竟佛性，毕竟佛性被眼耳鼻舌身意触者，是啊，但
做入神吗？所以当你知影讲哦，你的肉体内面有一个心，你的头壳射来射去，目睭会看，一双手会摸，恁当阵叫做智慧开。恁当阵叫做智慧开，智慧开。所以才就奈，伊才就讲哦，如是清净乃至八，有无？即马我就咧讲甲智慧开啊八啊，吼、哦，八万四千四千四。东南西北叫做十方啊，四千陀罗尼门拍开，就是甲你拍开你一百空八的经脉，打坐入禅八万四千法门。所以咱咧讲的八万四千法门，八万咱即马讲较简单，八万四千法门就是你打坐入禅拍开一百空八的经脉。哈、啊，就是咱道教的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，顶下恁电视有看到无？嘉峪关溪口乡叉拉村，迄地神公庙做四十年的当基，人，搁做偌济六分地，啊，搁几百万无？两千万遐。我办的地啊。哎，好，那都是。遐，恁个庙个内面都有佛寺，三十六天宫七十二地煞，啊，甲嘉义城隍庙也有。嘉义城隍庙伫个后殿边啊，迄就是三十六天宫七十二地煞。所以三十六天宫七十二地煞，啊，就是咱即马咧佛寺太岁啦，吼、哦，叫做太岁有三十六，我做一百空八个啦。所以咱每一年咧拜太岁，就是拜三十六天宫七十二地煞，叫做打坐入禅，明心见性。所以就是伫遮，啊，所以呾孙仔讲，干卖学太岁变嘛，是无？是啊，只要好好坐，你就是三十六天宫七十二地煞，哎呀，好。所以唔得，即马就讲加讲，如是清净乃至八万四千陀罗门，就是伫遮，吼、哦。伊嗰里就讲哦，一切清净，一切清净是啊，琉璃佛啊，善男子，一切实相，一切实相，实做一切实相，性清净故，是啊，实相啊，是是啊，我家己一双手来摸我的身躯啊，所以叫做实相性清净故过程，对，放一个频率一声响开始过程吼。一心清净，一心清净个过程，多心清净。你啊，即马要甲讲多心清净话者，人阵爱甲讲有八万四千个。所以咱讲八万四千法门就是伫遮，有无？啊，所以即马宗教拢讲，哎呦，有咱佛陀讲八万四千法门啦，条条大路通罗马啦。啊，你都无入禅，你要安怎去进入八万四千法门？所以唔得讲宗教叫做魔，啊魔，它叫做教，啊教，我唔得先啊讲人，咱人甲人是无同款，人叫做人心骨灰，人了，人，人唔是人哦，吼、哦，所以先啊唔得。他讲，迄个自称上人、高僧、外佛、无上师、大善师、大法师、道长、神父、牧师、教主，这十种人，因叫做人，你也知哦，因叫做人。所以到一句俗语，人心骨灰，啊，人叫做魔，啊，一天爱破病生鬼，唔得叫做魔鬼，魔鬼，啊，所以魔鬼在人心骨灰，人灭。好、哦，所以就是伫遮，所以唔得人讲。八万四千法门，所以后盖恁在座的师兄师姐，恁都爱知影。因即马开嘴讲，哎呦，咱佛陀是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条条法门通罗马。你也讲 ，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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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你打坐无入禅，你无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若阁爱知咧，你也讲大方讲，这本册都有啊，感觉真清楚。所以咱大方讲，吼，伫遮大方讲。圆觉修多罗了义经，就是大藏经的结的完结篇，叫做大藏经。大藏经的完结篇，这本就是咧讲完结完结篇。是啊，你啊像妙法莲华经、大慧顶首楞严经、金刚经、波罗蜜多心经、哦阿弥陀经，迄是拢接一束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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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尼尔。伊咧讲啥会结束啦？伊咧讲啥会结束啦？
过程，讲什么的过程，讲什么的过程，讲什么的过程。这本大方讲，完结收了《多罗尼经》，就是完结篇。你讲完结篇，是啊。所以人家讲，这本经典在咱社会流通较少，较少，就是啊，伫遮吼。所以人家讲，八万四千多罗尼门，印度讲讲。八万四千多罗尼门叫做八万四千法门啦，啊，看有可怕无可怕，是啊，哦，啊，所以人家讲，因讲一句话，一人之识带到带到千万人迷失，啊，所以叫做魔，啊，叫做人，人哦，啊，叫做人心狗肺，啊，叫做魔，就变鬼魔鬼。人心骨灰魔鬼就从直接出来，好，哎，这就讲一切清净吼，善男子一切是相是相性清净是啊，我望我家己望无啊，所以当阵叫做琉璃佛，所以这个讲一切是相性清净，这段会使甲解释叫做琉璃佛，琉璃透明啊。明明镜中的我都摸我家己啊，摸不到。但是我就一双手在摸我自己，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的四米三毛，大很大，摸不到嘛，大到摸不到，是安尼看偌大，比圣母峰较大，比西藏的圣母峰佫较悬啦。圣母峰你还有在甲爬起哩啊？当你打坐入禅，你根本爬不上去，摸一摸也摸不到。啊，看偌大，唔得叫做四米三王。即卖人就讲讲，哦，四米三王叫做西藏的圣母峰，是无？啊，是唔是叫做人咧讲的？啊，人就人心骨灰，啊，是唔是叫魔咧讲的？啊，一讲就爱破病生鬼，叫做魔鬼。哦，所以孙亚绝对袂欺负人，孙亚是直解，直解。所以佛陀咧讲的直解，就是坚持，只有一个法门，所以叫做。不二法门，无二法门，无第二个，所以直戒不是点几点叫做戒哦，直戒就是坚持的意思，坚持修行，干那一个法门尔，无第二个法门，好、哦，大家要了解，迄顶啊都有讲过啊，持戒是坚持的意思，好、哦，啊，这样了了就讲哦，一心清净，一心清净故。多心清净，多心清净故，所以人家直接讲有啊，八万四千多罗尼门啊，所以就讲讲叫做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吼、哦，啊一心多心净故，如是嘛是爱安尼，不是爱安尼，吼、哦，爱过来哦，如是乃至十方众生圆觉清净是啊，观音吗？你安尼啊？你去望你的身躯是毋是十方？望你的东西南北，你的目睭咧看，所以唔得讲观音，观音看到水影，唔得叫做观音诸王普渡解脱之彼岸的西方极乐国土。啊，四季大家都下四秒做西宫十殿阎罗王，啊，十殿阎罗王嘛，咱的肉体也十方啊，迄都爱讲到地藏经的无毒鬼王去啊。是啊，哦，迄条爱搁直直降入去啊，吼、哦。爱则讲吼，十方众生吼，圆觉清净故，善男子，伊则搁来讲，善男子叫做佛光普照吼。善男子一世界清净故，是啊，一世界清净故。伊即马讲即个一世界的清净故，伊就讲到十八界哦，吼、哦，啊十八界，但是人伊则讲哦。有做三十七座毒品清净哦，吼、哦，所以讲一世界上中下，所以叫做塔，唔单讲救人一命，胜见七级浮屠，是啊，咱的肉体叫做七级浮屠，所以咱即马咧去灵骨塔有无？八角的灵骨塔一定会起七层，唔敢起八层。就是伫只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、处、七窍，是啊。所以，孙亚拢会教，咱一寡
宗教的迷信、社会的迷信，全部讲哦清清楚楚、一清二楚，都是伫遮。所以咱即马你来看，有无观音者生生也袂换起一个灵骨塔，迄嘛是七转啊。所以咱的肉体叫做七级浮屠，人讲救人一命胜见七级浮屠，都是伫遮。是啊，其实伫咱的肉体，咱的肉体叫做七级浮屠。好，所以伫遮三十七祖品，祖道品清净。好，啊，所以正个类就讲哦，善男子一世清净故，多世清净故。是啊，多世清净故。好，啊，做多世。多世界清净故，吼，如是乃至，拢总嘛爱这套，吼，拢总一定爱这套，如是乃至，尽于虚空，是啊，所以当阵叫做虚空总菩萨，虚空总菩萨，因为你的心装伫你的肉体内面，为目睭看出来，所以为目睭看出来，咱接落来个讲加咱这个。咱这个大佛顶首楞严经头，要做第，咱这个第一卷，伊就讲啊，窗啊，窗啊，咱人坐伫厝诶内面，对窗啊看出去啊，哦，所以佛陀嘛安尼形容，哦，咱人意思，咱诶心住伫咱这间厝内面，咱诶目睭叫做窗啊，为窗啊看出去。好，所以就要回转大会顶首楞严经第一卷了。好，啊，所以才讲，所以虚空中，好，讲如实，如实哈，如实乃至哈，咱这个虚空中，哈，虚空，哈，原来三世是啊，虚空原来三世，三世是啊，三世三数。哦，咱即马，咱啊，即马，咱啊，即个三数，咱来甲讲，咱的肉体三层，但是咱也使甲讲，叫做入世法、出世法，啊，甲现世法，现世法、入世法，啊，甲未世啦，啊，做现世、入世、出世，会使安尼讲，所以三世，咱就爱甲讲三世诸佛，所以即马需要叫做弥勒菩萨。不世佛是啊，弥世啊，出来啊！咱现世是毋是还未学？恁即马咧又叫做现世做人啊？入世，所以书也会讲见道、入道、正道，就是伫遮见道、入道、正道三个阶段咧行。是啊，你即马书也伫遮咧演讲，叫做弥勒菩萨不世佛，啊，会使讲叫做出世佛，出来啊！是啊。你能讲弥勒的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将乾坤，哦，啊，佛是讲出世法啦，哦，咱现世法就是你要未入世法，就是打坐入禅，出世法过恢复一下，阿难叫做凡夫俗子，所以大佛顶首楞严经标准就是讲佛陀咧讲演讲伊为打坐入禅，甲正道十年。十年，十年，大佛顶首楞严经标准叫做讲十年，是啊。所以愈讲，需要我伫遮咧演讲嘛是愈讲愈清楚，愈讲愈清楚，就是伫遮。好，所以毋只伫遮讲哦，虚空原来三世，所以三世就伫遮，一切平等是啊，嘛是安尼尔，一切平等啊。你无目睭，无面嘴，你敢无法度？你无脚无手，你嘛无法度；你无腹肚，腹肚第五把，你嘛无法度。所以人讲修行，要做先顾腹肚，才顾顾佛祖。所以这回师兄去剪头鬃，都有人讲嘛。啊，即卖少年家啊，啊，拢也无要拜公嘛。爱在咧讲，到底是神较大，公嘛较大？我应你一句话：腹肚饱的时候，有神明公嘛啦。我也未把神明公妈的请去变数坑啦，都无人讲话奇怪，都对。啊，先顾腹肚，再顾做啊，你拜神嘛同款呐，是啊。你腹肚都未饱，我一日都安尼，啊，病到要死啊，是要哪去
去拜下。您知影我孙仔讲一句话的意思无？不倒霸，倒有办法去拜神跟拜公妈啦。不倒也无霸吼，神跟公妈会请去变数坑啦。您知影什么意思无？意思就是讲，神要猜，公妈要猜，猜好好，卖恶比猜啦。卖恶比福塞，要福塞就福塞好，卖无卖福塞。啊是啊，当你当咧拍拼趁钱的时，你都无一间好的厝，你是要哪去福塞神甲公嘛？啊，要福塞就福塞好，啊无你就卖福塞。意思就是安尼，所以唔得讲，当你当爱食饭的时，腹肚未饱的时，你免去注重要拜公嘛，要拜神。啊，但是当你有一间厝好大。你神甲公妈都要安顿好，好。呀，我讲了，因就点起啊。哦，啊，我咧讲无贵啊，人讲有啊，贵你说明啥的啊？是啊，对啊，贵你说明啥的啊？啊，你说明说贵，你不要反驳，你说明是无？好，这足简单啊。人伊这是讲有啊，那会无贵？你说明有地有说的啊，所以那。我咧枕头章内面咧先生还滚落海板聊倒来，我嘛甲伊讲一挂。我讲你腰袂歹啦，袂讲我咧因讲啊，你算什么东东？我讲你腰会，因为我咧讲啥，你会提物件来倒。咱要阁讲下啊，伊讲本来就是安尼啊，我嘛是求一个常识啊。今嘛无你讲，确实我嘛搞不清楚啊，是啊。啊，你讲咧，我更加阁较慢，好。所以唔得孙仔讲，七月卖破，七月免破，七月叫做打坐入禅，恭敬大会。七月十五啊，言恶比所孙易处啊，七尺啊，十十方啊，五啊，言恶比所孙啊，打坐入禅啊，先来去拜好兄弟啊，平常时都拢有好兄弟啊啦，你卖过去哦，李世民骗走去啦，是啊。平常时都拢有好兄弟啊，安怎讲？无犯罪的人拢会使出来行。但上简单，咱这個社会上简单，其实阴间甲咱阳间同款啦。我无犯罪啊，我讲嘛，我嘛哪会袂使出来行？是啊。啊，什么七月时啊，放遐出来，免都没有啦，放遐出来，是啊，卖听遐胡白讲，是啊，还是讲。叫做讲哦，做讲做孔明借东风，会修连坤船啦，是啊，唔嘛，我爸母，所以我才会叫人讲七月时啊免破，所以我嘛甲讲啊，我讲我自中正路生意无做了，我都七月时啊我唔捌破，伊讲哈，啊你都许十碰年我是啊，我头尾年十一年七月时啊我唔捌破啊。伊安怎讲呢？上简单。啊，迄卖讲啦，即马讲落吼，西面道哥，说西面道哥家条评价一支德国国讲几阵咧，嘛头卖讲，安尼就好过就好，吼、哦。咱即马就感觉咱即个诶虚空原来三世一切平等，是啊，平等啊，吼、哦，清净不动是啊，无啊，我没有跑到别的地方去啊，我还打坐在我家的客厅里啊，所以叫做清净平等不动，吼、哦。善男子，虚空，虚空如是平等，不动。对啊，我坐底下不走去啊，我也没有跑到哪别的地方去啊。所以讲善男子底下，伊就讲个清清楚。所以孙仔咧讲善男子叫做光普照，有无？善男子，虚空如是平等不动。头前讲有无？一切平等清净不动。好、哦，过来善男子，虚空如是平等不动。当地当地个性平等不同，是啊，无啊，这打坐底下，那阵叫做做西密三王啊，吼、哦，世代不同果，世代不同果，没有跑啊，东西南北都没有跑啊，规个窟窿崩啊，吼、哦，后来就讲哦，当地吼个性平等不同，是啊，无啊，坐底下，当点点坐底下，吼、哦。如是乃至八万四千多罗门，平等不动有哦。嘿，奇怪咧，我唔知讲宗教很奇怪咧。人拢直直不动不动，伊讲讲做八千法门，条条
条条法门通罗马的，是啊。所以这就是讲，孙亚公因自称上人、高僧、活佛、无上师、大禅师、大法师、道长、神父、牧师、教主，这十种人叫做魔，一天破病叫做生鬼，啊，因叫做人，所以上悟到一句“人心果会”，就是伫遮。好、哦，啊，都健康嘛，人这讲个极清楚嘛，因是安怎要讲断章取义、胡言乱语、胡说八道的，好、哦，所以才都讲婆罗门不动，当地觉性平等是啊，觉性平等啊，当你觉，你唔来去望你啊，知影你的肉体啊，所以咱来知影性叫做肉体，实相就是影像，好、哦，这咱来分得清。所以我们佛陀释迦牟尼，他的眼光分很清，分就很清，分就很清，分就很细，我们来了解。所以这就说，当地觉性平等不动，善男子觉性遍满清净不动心啊，你整个人是在摸你的身躯啊，所以不但叫做善男子觉性遍满清净不动，而做完无者，完无者故，当知六根遍满法界，根遍满故，当知六尘遍满法界，吼、哦，而做尘遍满故，当知四大遍满法界，如是乃至多罗门遍满法界，吼、哦，所以这都在讲，就是搁讲伊头前去啊，是啊。啊，就孙亚讲的足简单。啊，咱佛陀释迦多是讲足有的，讲足有的，讲到恁一只猫啊，几只门你拢爱甲送出来。啊，孙亚变，因为伊无，恁咱袂使咧怪佛陀释迦多伊会讲到遐有，因为伊无文字，他没有文字，所以真侪人拢讲，咱佛陀是咱这个。讲梵文那是错误，咱佛陀是讲八业经，所以你也去北加邦加梁山寺，你看伊条就写真八业，有无？八业，八业，什么叫做八业？分摇啊壳，咱佛陀是用分摇啊壳做记号，一只分摇啊壳代表什么？两只分摇啊壳代表什么？三只分摇啊壳代表什么？所以叫做八业经。大家莫讲哦，因西藏用一个八页咧写经典，叫做八页经哈，迄是叫做人写。啊，唔知的人去教哦，变做人心果会，是啊，你就被他迷失吼，拢唔免唔当叫人骗走，啊是去教印度，啊是去教对哦，用个树叶啊咧写叫做八页经 ，no。好、哦，这咱大家爱知影，吼、哦，所以才讲，咱这个婆罗门遍满法界，吼、哦，善男子幽闭妙觉，吼、哦，所以才讲哦，善男子幽闭妙觉性遍满故，有无？闭，吼、哦，闭妙觉性遍满故，金做金性定性，所以讲的金。佛陀讲的根就是元素，尘就是咱的肉体，吼、哦，咱来知影，很细的意思啊，摸不到啊，吼、哦。根性吼，尘、哦、性，无坏无杂，有无？无坏无杂，所以你打坐入禅，也使讲叫做进入金刚不坏心的头一层，所以唔单只只讲无坏无杂。有无吼？金尘不坏故，如是乃至吼，陀罗尼门不坏不杂，是啊。所以讲陀罗尼门，咱标准咱的目睭两类目睭叫做门啦。所以咱底家都爱知啊，陀罗尼叫什么？叫出家，出家叫做回向。哦，啊，咱都爱搁再讲糖啊去啊，所以拢总唔是宗教咧讲，哦，什么叫做陀罗尼，什么叫做陀罗尼，绝对唔是，吼、哦，爱再过来就直直讲哦，吼、哦，
陀罗尼无坏无杂，吼、哦，如八千钉，是啊，八千钉啊，如八千钉。咱即马唔到千手观音，就是安尼出来，如八千钉，吼、哦，八千钉光照一色一色。所以主要师兄就讲啊，讲到大佛圣寿楞严经第一卷，咱的目睭意思就是窗啊。咱的心坐伫咱的厝内面，为窗啊看出去，所以意思即嘛就是如八千钉光照一色，有无？吼、哦，其光遍满是啊，用你的目睭啊咧看你的肉体啊，吼、哦，无坏无杂是啊，清净啊。所以伊这个无坏无杂，就是叫做琉璃佛，琉璃佛无坏是啊，啊无撇去啊，无死去啊。好、哦，所以你来知啊，过来就讲善男子，过来善男子叫做光普照，觉醒，做觉醒正果，是啊，觉，所以眼耳鼻舌顺利处，八觉，八觉叫做八圣道，即卖宗教咧讲叫做八圣道啊，好、哦，所以伫只有无善男子觉醒，觉醒正果，好、哦，当地菩萨。不依法薄，有无？当地菩萨不依法薄，是啊，法薄啊，菩萨啊，吼、哦，当地菩萨不依法薄啊，对啊，因两个未消炎掉啊，屁雷一声响啊，是啊，当你打坐住禅，你这个无咧做啊，是啊。从高热流款到右大腿直冲脚骨而去呀，没啊，因是啊，分开去啊，所以安怎呢？我做菩萨不立法薄，打坐入禅佛光普照啊。咱今嘛讲立者底下的立叫做佛法无边呐、啊，一线一疏，一线一疏，就是安呢。唔得无极生太极，太极生两仪，两仪乌白分明，白叫做佛光普照，有无？当地菩萨不离法薄，是啊。当你打坐入禅无啊，我也无咧做啊，我无啊，是啊，我确实无咧做啊。哎，你若讲哦，我打坐入禅，我还搁底下咧，安尼都唔对。是啊，所以唔得讲不以华，所以这个华，咱来标准来讲，比叫做《妙法莲华经》的花啦。哎，这个华买晒叫做芳华的华，也是可以。好、哦，未去，你也伫家咧做啊？你入禅，你无咧做啊？你一双手咧摸你的身躯啊？所以唔得讲个当地菩萨不离法薄，法薄念的。你做的意思，吼、哦，啊，过来就讲哦，不求法脱，是啊，不求法脱，无啊，你都未晓啊，点点嘛变来求法脱，方法只是叫你用那个方法，你才有办法进入那个境界，是啊，你干那用嘴在讲，啊，哪有办法解脱，是不？上简单。啊，无先话那遐济宗教的告诉大家，一日一日一日破病死，吼、哦，所以唔得讲救不救法脱。啊，遐个自称，遐个自称上人高僧华佛无上师大禅师大法师道长神父牧师，到处这十种人，因是救法脱，救法脱，就是用嘴咧讲的尔啦。所以用嘴咧讲，塞一支嘴，无办法解脱啦。哦，师兄讲安尼，你唔知，所以唔得讲上经，吼、哦，上经上法好，拢总无办法解脱。因咧唔是叫做修行，因咧叫做人而做人，啊，人心果慧，胡言乱语，胡说八道，断章取义，玩弄鬼神，吓唬大众。就是遐子，他们很聪明，玩弄鬼神来吓唬，来吓唬
咱这个友情都大众，是吧？因就是安尼，唔单讲你啊，打坐入禅的人不求法脱，就是伫遮，啊，因是求法脱，吼。啊，过来不压生死，师爷活得很快乐，那也去讨压生死。无，即摆我阿咧讲，我会使食到几岁？你阿讲，哎呦，食遐老，哎呦，遐艰苦要创咧。啊，我身体都勇勇，我哪会食遐老？我食遐老，像人个报的遐就六环老和尚，食二十四个皇帝哦，看二十四个皇帝咧死哦看，所以唔当讲不压生死，是伫遮。所以我唔当甲在座的师姐讲，大家较认真些咧，恁拢总是骊山老庙，是啊，骊山老母，哈，啊，这一挂咱这个。咱一挂师姐啊，出家将来，我讲较认真些，你就是不老尼，吼、哦、啊！一挂出家男众，我讲较认真些咧，吼、哦、啊！恁就是不老和尚，呀！啊，你就免去啊，管你有解脱不解脱，哦啊！照师爷以经典咧看，无嫁人无娶某的人，要打坐入禅很难呐、啊。一定要嫁人娶某，唔当阵都爱增加咱这个金光地黑麻米了，是啊，无黑麻米了，啊，其实黑麻米了叫做阴阳二合啦，出下里啦，哦，下里也是一个名词名啦，无迄你啊讲阴阳二合出下里吼，要国家讲叫做下里住啊都不通融了啦。哦，干那会使讲阴阳二合，安尼就好啦。哦，绝对唔是咱道家的阴阳二合，迄个唔对，哦，迄个错误。哦，所以唔讲不合生死，不爱涅槃死啊。但好，我打坐入禅都一边都教，我又搁一个教唔咧入禅，废话个，是啊。所以啊，讲伊啊坐落就入禅，坐落就入禅，骗人诶。哦，不经得解，所以未去一定的足，所以直戒，师兄拄仔都讲，直戒就是坚持一个法门，坚持的意思。所以唔当讲不敬直戒，但是恁若要点一点一点，我就甲恁讽刺，恁的假，是啊，吼，不敬直戒，不精会金，是啊，不精会金，人哪都爱这金啥，舒舒服服过人生就好啊。所以师兄大拢讲讲，你后下咧安尼咧做，那叫做修行；你无咧做，拢唔是叫做修行。啊，拜神叫做修行 ，no。所以师兄大讲，上品道，还有做中品神，下劣人。啊，因为你也碰到人，你要很小心，因为他们都狼心狗肺，吼、哦，出人不吐骨头的。吃人不吐骨头的，哦，连骨头都把你吃下去，让你做无肉 无皮无骨头，那人是很可怕的哈。啊，伊这类就讲吼，不重救世，是啊，不重救世。哎，即马师兄，那有咧重救世？无啊。阿拉讲不重，就是因为师兄有是静坐调气，是啊。静坐调气呢，调起来舒服，我都徛。啊，但是咱学要袂徛的人都无同啊。哦，那是要努力啊，那是以即马咧讲是以师兄为准，不是以大众为准。吼、哦，不重就是不轻初学，是啊，也袂去甲这初学人讲，哦，恁安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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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啊。所以师兄才会讲，中华金刚无相禅学协会重视你的打坐方法跟你累积的能量，不重视你的那一些哩哩啦啦，所以对就是对，不对就是不对，所以就是在这吼，不轻初学何以果？为什么？一切结果已如眼光，是啊，已如眼光，是啊，今嘛都讲啊。咱拢即卖的电视拢讲做目光、目光、目光，人伊就讲眼光。所以佛光普照叫眼光，
眼光叫目光，吼、哦，啊，伊讲，吼、哦，各类都讲哦，吼、哦，做小了精进，是啊，你的目光发生小破晓，所以我即马咱佛陀我讲，形容讲打坐入禅叫做破晓，忽然间恶心为你的目睭出来，破晓晨光。好、哦，伊唔在讲，以如目光小了精进，就是你打坐入禅，一切你拢看到，唔单叫做以如眼光小了精进，啊，所以这个小人来讲破晓，破晓的晨光，你的意思，好、哦，机根圆满是啊，即嘛机根圆满，咱就刚刚讲圆通观世音，是啊。完完全全打坐入禅，走过六个小时，吼、哦，一无尽爱，是啊，有什么爱？要爱啥？是啊，干那你人生不生病，金光肉体，自食其力，自力更生，国强民富，一家幸福美满，父严母慈，助力孝顺啊！啊，世间人要搁爱啥物？吼、哦，所以师兄拢讲讲。你也要去学国强大娘师兄未晓，你也要去学天文甲木师兄未晓，啊是讲要学正德师兄未晓，啊是要学鬼画符师兄嘛未晓，师兄有办法教你不生病、金光肉体、自食其力、自力更生、国强民富、一家幸福美满。父严母慈，助力孝顺，各国师兄未晓，吼、哦，所以伦理内面就讲足些啊。什么叫做中庸？较早师兄拢误解中庸是一个人，唔是。即马师兄咧演讲叫做中庸。中庸就是有在杀出去。较早师兄拢误解讲中庸是一个人，大学是一个人，唔是。所以中庸就是《论语》孔子一个名词呢，是啊。哦，中庸大师《论语》，较早师兄拢甲想讲，大学是搁一个人讲的，啊，中庸是搁一个人讲的，唔是。中庸、大学、《论语》，拢总是孔子讲的，是啊。所以因为师兄无读过《素诗》嘛，所以无法度。所以《素诗》内面讲足济，吼。哦所以才就讲有无吼？小了精进，积功圆满，得无尽爱。有什么好爱？你就是爱好人啊！哦，你一爱他，那就是你代表你打坐无入禅。因为你一爱他，你就会自称你叫做老师，你叫做做上人高僧、华富无上师、大禅师、大法师、道定神如木师啊。所以才直接讲。无尽爱，大概有啊，你要去教人啊，让人去学习嘛，吼、哦。何以故？叫做为什么？光体无异，是啊，光体无我啊。光体无我，你啊，光体有我啊，你都唔对啊。是啊，当你的心为目睭锻炼出来，你的肉体就要消失去。当你的肉体有触觉锻炼出来，你的心都要搁深藏在你左右屁股内面。所以叫做光体无异，唔但佛光普照，佛法无边，吼、哦，唔但无极性太极，太极性两仪，两仪乌白分明，吼、哦，八卦来藏伫门口有效无？哎、啊，太极来藏伫门口有效无？叫做辟邪，所以叫做江湖术士，欺骗社会无知的大众，损财呀。哦，安尼大家都知影，哦，像包括咱做风水嘛，真重要。哦，老爸啊，要待伫对，阿公要待伫对，老母啊要待伫对，嘿，足重要个呢。哎，弄一个错，啊就完蛋了呢。所以我才会甲讲，咱新得一个陈秀雄陈师兄，我讲，恁老爸老母个风水待做伙，但是你待唔对哦，很麻烦哦。伊讲吼，即马要补这两个风水，我无法度。我讲是啊，唔是伊会做主。我讲啊是虾米人甲你看，莫怪恁某安尼赤白白赤牙牙，是啊，钱嘛拢你赚啊，恁某伫咧徛金毛饭，
所以咱这个男女有别，男左女右，做风水嘛同款哦，男左女右哦。而地理书外头看，甲你看位女左男右，啊，你的家庭一天就是爱国无去啦，消失去啦，呀。所以咱新竹陈秀雄陈师兄的风水就是安尼。你啊看，伊的囝去读电子科，美国硕士回来。伊安尼破病到要死要死，讲你甲我载来同郭师兄遐一个，无人要甲载啦。啊，读硕士又能怎么样？啊，赚遐侪钱又能怎么样？就是伊风水出问题，伊的听的行为出问题。哎呀，啊，好巧，要创啊，要死要死，反正关节即马陈秀雄可能死去啊。较早我应该看到要死要死啊，阮当然就无离较远，袂住伫遐，反正死去啊。啊，是因的囝，啊，嘛无囝，因新妇嘛未生啊，啊，房间内面敢若粪堆咧啊，呀，吼，所以才讲公体无义，吼，所以孙兄看足济啦，看足济足有钱的人了，搁直直败落，败落的原因伫安怎？啊，一挂册读足济，啊，留学去美国留学回来，吼，啊，又能怎么样？是啊，看个朴素去啊！啊，大学生更加卖讲，那看更多了。啊，又能怎么样？好、哦，所以就是这家好、哦。啊，伊讲叫做公体无义无情爱国，所以孙兄就是讲，讲孙兄看足济，看足济，看足济，就是这家嘛是咱的会员，伊赚足济钱的。陈秀雄、陈师兄是赚足济钱的，做咱这个圣诞灯的机器。弄寡笑，呀，吼！啊，伊只底下吼，无情爱国，善男子，处菩萨急，处菩萨。啊，所以孙仔咧讲，咱会中有三个唔是人，就是刘耀宇一个，咱这个李幼龙一个，过来就是陈秀雄，可能会陈秀雄败得最快，他钱赚最多，但是他会败得最快。风水唔对，厝嘅生意唔对，嘿，好、哦。阿姨讲，阿处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初心，得成就者有无？人就讲，处菩萨及末世众生修习初心，得成就者是啊，同一个人尔，伊就是阿难啊。伊就是佛陀啊，释迦多啊，伊就是过英灵、过小主，也是恁的过师兄。好、哦，啊，过来就讲啊，以此无修亦无成就，冤结普照，延续无义是啊，拢总是一项尔。当你打坐入禅，无修亦无成就，延结普照，吼、哦，续灭无义是啊。当你打坐入禅的时候，你也无咧修啊，无咧做啊。所以无修叫做无咧做，亦无成就，无啊，啊，就一个戆戆论住啊，就是依存在底下闹成就的，吼、哦，冤结普照，宿便无义，是啊，所以叫做不计佛行尔，吼、哦，啊，咱今日去感觉这个。冤家无义，啊，下个星期六再见。